喺呢度咧，好多謝台上各位主禮嘉賓，佢能夠撥勇嚟主禮，亦都好多謝台下嘅嘉賓能夠出席我哋呢個盛會。對於各位嘅濃情厚意，我哋係萬分之感謝嘅。我記起喺70年代咧，有首歌啊，我相信我哋嗰個業餘歌王啊，胡定旭主席啊，一定會唱嘅。佢唱歌非常之好嘅，我欣好欣賞，中西都得。佢一開頭佢話：河水彎又彎，攬言説憂患。見我鄉里時，眼淚一串濕衣衫。嗱，呢一個歌咧嘅歌詞咧非常之好嘅。佢其實就寫照住我哋村喺50年代喺泳池嗰度附近，其實咧係一條河嚟嘅。咁咧，我仲記得兒時嘅時候咧，係喺嗰啲河裏面可以捉魚啊，可以捉蝦啊，甚至乎可以喺山頭裏面同啲兄弟姊妹長牛啊。嗰個年代真係極之環保嘅年代嚟嘅。阿曾處長，我知道你係好中意環保嘅。50年代之後，跟住去到60年代咧。其實咧，就開始一個所謂謀生嘅時代。我哋好多村民喺當時離開家鄉，離鄉別井，去到歐洲各國去謀生。今日在座好多都已經變為僑領啦，啲子女亦都成才，成為專業人士，使到我哋呢個村更加興旺。他們每10年都會回來跟我們相聚，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時刻的。再去到70年、80年呢，又有我們又有一個移民潮，又是一、就是、這個眼淚一串濕衣衫。到90年代的時候，就有更加的大事，就是97的回歸。我當時剛才講這個歌，那個曲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叫做《大地恩情》。大地我可以講是我們這個地方，可以講是全個中國，甚至乎是香港。那個恩情是怎樣來的呢？我覺得個恩情呢，尤其是在香港，是一國兩制賜予的，是我們的以前先人鄧小平一個很天才的設計的。我們環顧中國5000年的歷史文化，大家都要知道，在轉換朝代的時候都是要經過血的洗禮。在香港就是單單在香港，跟其他地方是很不同，我們可以很和平、很寧靜地過渡97，改朝換代，仍然繼續我們以前那種生活方式。當然，在2000年的時候，到2010年發生很多事。其實這一段時間基本上是對呢個一國兩制一個考驗嚟，但係事實亦都證明一國兩制咧係成功運作嘅。淨係我哋睇下我哋嘅人口增加，我哋回流嘅人喺外地搞移民要回流嘅人，根本咧就係每日都喺度增加緊嘅。當然期間係有啲挫折，我哋喺個歌裏邊都有講啦，它是會有喜樂的。今時今日，台下的兄弟和我都是奔上班班的了。那我們今天香港的一國兩制，如果大家留意一下新聞的時候，都會看到很多衝擊，很多怨
憤，好多不滿。喺呢方面，我估嗰個原因咧，其實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制度嘅問題。因為一國兩制佢冇一個多數黨嘅設計，就喺呢一個咁嘅政治架構裏邊，每一個多數黨咧，政府官員、公職人員都係好慘嘅。我喺呢度咧，我要向全香港嘅公務員、全香港嘅公職人員致最崇高嘅致嘅敬意嘅。佢哋真係好辛苦，點解咧？佢哋會戰戰兢兢，因為每一個多數黨啊嘛，冇人話事嚇，咁、於是乎咧就好似係市民話事啦。咁我哋嗰啲投訴啊、抗議啊，甚至乎掟蕉啊，呢啲咁樣嘅行動咧，就會越嚟越多。喺呢個咁樣嘅即係情況裏邊咧，哇！如果你話去投訴啲公務員咧，你會覺得佢哋嗰啲禮貌、佢哋嗰種包容、嗰啲容忍咧，係以前喺英政府嘅時候係冇嘅。鄧小平話：英國人管到，我哋中國人都管到，的而且確佢證實咗呢個事實。其實我哋係管得更加好嘅，因為你會發覺喺英政府嘅時候咧，嗰啲官僚啊、嗰啲態度啊，同今時今日咧係好唔同。所以我哋見證到呢個年代，亦都證明到一國兩制係成功嘅。往後將會我哋向2020年嘅建設咧，係呢個準備。我亦都喺呢度希望喺往後嘅10年，香港會繼續我哋發揚我哋一國兩制嘅精神。使到個社會更加繁榮安定。喺呢度，我多謝各位嘅來臨，亦都多謝所有建照嘅委員嘅工作人員。希望國家大家有一個幸福嘅家庭，10年復10年，福澤年年。多謝各位。多謝。多謝民建聯嘅大會委員會會長，同埋咧阿華姨咧，即係一番嘅心事向大家分享下嘅。接住落嚟嗱，喜宴嘅嘢，梗係要燒個炮仗。我哋圍頭話叫燒年牌，係咪叫燒年牌啊？冇講錯係嘛？咁啊，不過今時今日梗係要合情合理合法啦。我哋嘅新式啊，燒年牌咧，就先嚟個剪彩先，唔該。好啦，咁啊，各位主禮嘉賓都手上有金錢啦，我哋一齊數三聲，好唔好？大家一齊數好唔好啊？一、二、三，開始，好。唔該曬各位。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啊，主席，仲啊好事成雙添，哇！有意外收穫，更加開心。尊敬嘅行政立法兩局劉江華議員、醫院管理局胡定旭主席、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吳松偉處長、大會榮譽會長譚學端醫生、台上全體主禮嘉賓、各位鄉親父老、社團首長、社會賢達、女士們、先生們，大家好！粉嶺圍10年一屆嘅太平清照，前日星期六舉行咗啟堂儀式，為今屆嘅太平清照打開個序幕。今天係正照日，感謝各位主禮嘉賓匯集一起，見證粉嶺圍太平清照嘅進行。照會感謝北區民政事務處、北區地政處、
消防署、康文署、運輸署、食環署和大埔警區的協助，讓大會在場地的運用、清潔衛生、人流和交通的秩序及消防的措施等各方面都有好的安排，亦都感謝食藥航救傷隊在場內負責急救的工作。北區四區的鄉事會、大埔區鄉事會以及大埔七藥鄉公所和周王醫院的全體主席團、村代表、鄉親給予本村的饋贈和關心，召會一一致謝。召會又向彭大德堂為首的粉嶺圍各祖堂的父老、叔伯兄弟、沈母姊妹在打照期間給予的通力合作和支持最高的謝意，對海外辦事中心會、荷蘭、比利時、德國的中心會和鄰近的鄉村、各界友好致送的大型的花牌、彩牌、花籃和賀禮，我們在此致以萬二分的感謝。最後，我代表召會向在場所有人士問候，祝願國泰民安，大家身體健康，工作愉快，家庭幸福。多謝各位。唔該曬，副主席劉美才先生、阿九叔，唔該曬。咦，跟住落嚟肯定係我最中意個環節啦，燒炮仗。燒炮仗，成日都掛住燒炮仗嘅。咦，你都成日炮仗咁犀利啦。不過之後之前咧，我哋都要閃一閃佢先嘅。於是有勞我哋嘅咁多位御用嘅攝影師、錄影師，為我哋台上嘅嘉賓嚟個大合照，請二排、三排嘅就站立，前排嘅安坐，我哋嚟張大合照。到下一屆。又十年之後，在我們的召喚又見到各位的光榮了。好，這次就非常珍貴，我們都閃一下有很多我們的指責，甚至是區外的朋友的，多謝你們來到參觀支持。好，給多三秒鐘。衣裳全為紀念啊！周年晚上好，唔該曬。好嘢。好嚟，要燒炮仗係咪啊？燒炮仗。我請我哋工作人員攞啲炮仗出嚟。大家咪等住睇好戲。
多謝台上咁多位嘅主力嘉賓㗎，有請我哋主席會長。